嗯，哇，哦，快，这是干嘛的？基本攻击3秒，对附近敌人造成物理伤害，撞击思维攻击，无法连续冲刺，无法连续冲刺，哇，岩石伴随强烈的山沟，看看。蹦！哦，啊蹦！我有点蹦诶，日常挂台，Hello，Hello，Hello。 哎，攻击太近了吧！我现在想玩玩看其他角色，可是就都还没通关，觉得好酷哦，玩这么久了。 好香哦！河西安，下午终于可以去吃，终于下班可以吃饭，好去吃去吃。这个标题是靠北版吗？我就很纳闷啊！啊，我就真的不会画画啊，奇怪。而且跟你讲，如果真的有在画画的话，当然是，怎么讲？ 会画画的话，啊就不用我解释说为什么要说什么教我画画，啊如果不会画画的话，那就更不用我教你说什么画画之类的啊，更北七啊，不知道干什么，不知道是反串还是怎样，反正啊我就真的不会画画嘛，呵呵，呵呵，啊我就真的不会画画啊，呵呵，啊没什么好买的，我走，啾啾啾啾。
哭吧。啊！不要！我在干什么？啊，烦呢、欸，状况好差。阿亮安。这个多少？200。不好意思，没有。这个啦。嘣。哎呦喂呀、啊！一万安安，一万你打到哪里了？你自己有买吗？欸，昨天看阿万玩啊，他才15、10几次欸，阿万死78，一万其实死到80次了欸，好酷哦，呜，好烂哦。太暴力了吧！哇，天哪！第二章，加油！这游戏不是可以靠赛吗？怎么讲？这游戏靠赛吗？理论上是靠赛没错啦，但是这游戏怎么讲？就是哎、欸，我每次都没有。其实后面就开始没有刷手抽了，就是拿到什么就进去玩，然后所以有时候可能就是想要试这只角色，然后试一试，试到后面发现不行。那这游戏也是有那个怎么讲？这游戏到后面就是我想要试各种类似 POE 的 build 嘛。然后发现说有些试不起，哎呦喂啊！像你有好的角色，但是没有好的道具就没有用啊。再到墙角轻松很多，对啊。啊，像是我就是想说，像牛我也没玩过到最后嘛，想要试试看。想试试看，
哎呀，玩一次，不能冲两次，好亏哦。对啊，这样再就是有角色又有分物攻、魔攻什么之类的，觉得啊，这游戏真的是哦。木工，然后这是加什么？那我现在想玩牛啊！爱到好王也很重要，假如两个都是力量小色，遇到四个人大最难打，反正就是啊。像战士我没有玩到最后过啊，所以我都想试试看啊，就是都抽不大好的，管哟。来啦！哦，哎呀，哭啊！北齐啊，你看，玩攻击就拿到魔攻的东西。干嘛的、啊？看一下，哦，原来是他哦。哭啊！算了啦，送他啦。
我不要，我不赌，就说我要玩牛就玩牛哦。而且牛升到后面有成就啊。没玩过三阶的牛啊，这才会想要拿来玩玩看啊！大概100个骨头哎、欸，走，醉啦！你哪？哎，干炼金术啊！靠我哭啊！不要啦！哎呦喂啊！哭啊！多爽没？啊！露个眼睛，露个眼睛啊！好痒。最近哦，昨天才一个观众惹我不开心。我昨天就是想要都走道具路线的，然后那边教我说什么骨头要拆啊，拆掉才可以升级啊，什么开始讲一大堆。我说我靠，我都已经打到第三关，你还教我什么骨头升级什么之类的，你是不会看我会不会玩啊？然后就昨天就气到关台。
还三十分钟，啥就快关它。哎呦，棒！棒！我敲，我跑，不咬。不要！啊！躲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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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哭啊！嘣！啊嘣！看一下这技能哦。好，前方原本可以再次使用哦。完了，多两下。嘣！哦，这样子哦。T 已经还好，退局会一堆人跟着分类进来教你怎么玩，还好啦。反正分类这东西就是让那些想看的人进来看的啊，这才有分类这东西啊。对不？啊，要打赢那三只才能。啊，好好好，我的牛魔王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啊？阿蹦。嗯，这只哭了，怎么按？移动至地板敌人后面，这个嘞，冲刺。用盾牌攻击叫什么物体？等一下啊，哦，这是冲撞，哦，嗯，狂气，我有狂气吗？有，狂气是哪裡？
欸，我是不是进错门了？屁啦，这么大哦。那攻击速度不够，要打完 BOSS， 我的天哪，要100个。敢不敢给好一点的？
叫啊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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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安安安，韩国治安安，韩国字韩文啊，害怕害怕啊。嘣嘣哦哦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手控多血突啊！不行，我的牛魔王出不来。哇！没有啊，现在要解锁成就啦。我在解那个死定的成就，就是那些没玩过升到三阶，因为我被升。哎、欸，你花5000块之后就变成这样子了、欸。有猫咪了，好玩这只，这只还没玩过。力量吧，我记得力量。哇！啊哭啊啊哭啊哭啊！
没看到，没看到什么。这家整个。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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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呼我，哦嗨，哦嗨，哦不够，要三十吧？对啊，哦呦，哎呦。阿哭啊！阿哭啊！烦死了！然后我盾牌兵也还没玩过三阶的，呀！最近
好，播广告。哎呦，不够深呐、啊！不呀呀，不呀呀，不呀不呀。香炉。忍耐突变，忍耐。什么意思？棒！哇那！量级，木工，移动速度。
嗯，摸向我方。好，好，好嘞。那我是在放公式吧？安安啊，嗯，抱歉，目前400块哦，容易400块，速度型。小苏安安，安你发小。啊，运气好衰哦，要什么没什么哎，要关台了。嗯，想抓饼子哎。
顶了吧，打不到啊。哦，哇，鼻子好痒啊。不广告。才39个骨头哎、欸，让我怎么玩？有骨头的房间。走在后面啊，哦，烦躁。没有骨头房啊。
用精髓造成伤害，用精髓造成。也不是啊，这只是魔攻脚啊啊！我都拿到物理脚，我要怎么玩啊？啊，玩错了啦！害怕，没有我要的，哭哭哦，哭哭哦，满二十五个，七十五个啊！哎，有了，敢差两个？哎，好像可以哦。有了有了有了！啊，怎么是这只？啊，换这只。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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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好，然后这怎么办呢？无法连续冲刺。无法连续冲刺，那个无法连续冲刺的，我要哭了。好啦，至少提到这只角色了。
好难玩哦！要出门工作才翻有直播，嗨杰云，下午好啊！我、哦、干啊！竟然才给我这个，哎呦喂啊！好狠，还是不要嘞这个。啊、哦，力量型，力量。不要弄到迟到，他不会迟到啊，他怎么会迟到？等下去了。对啊，我就说捷运不用怕迟到啊。老板呢？天哪！啊，要死了，我要回家了。预计还要开多久？我不知道哎、欸，我也不知道哎、欸。问得好儿。
预计开多久？两点到两点半吧。我不知道，现在好没目的哦。现在漫无目的在玩，干嘛？你要给我钱是不是？要死掉啦！要死人喽！跳不起来哦哟，哭吧！离开了，拜拜。干什么？关我门？终于可以偷懒了 ，Hello。
是啦，没办法，太难玩了。没有好的角色，大概是两万块吧。两万块魔石够，然后两万再是十万呢、欸。哦，无法连续冲刺，准备骑车，好，路上小心。哦，好烂的手抽。下气啦！哎呀，啊，啊，我本来想捡那个兔兔人的精华嘛，可是发现为什么音轨超奇怪的、欸？我那时候捡出来的时候，音轨是整个是跑掉的，跑超多的、欸。这样是会回来哦，好。哎呀！打恶魔，对啦！新楼，你怎么称呼？我觉得新楼是一个什么八百订阅那个吧。同一个人吗？还是你的名字是812订阅，那是订阅吗？哦，同一个是不是？八七哟，三童话，
通话里都是骗人的。啵啵啵啵啵啵啵。今天有很多账号，很多账号，刚那么多账号跑去帮懒懒订阅啊！我等一下再来贴一次链接。哇，浪费了，哭啊！哭啊！怎么那好啊？我怎么了？我到底怎么了？我在按什么？要这支账号？没关系，我只去，我来工商一下，工商一下。工商，懒懒外提，顶，看看哦。被变大了。之前订阅了，感谢你的订阅。一把大恶魔，我三二嘞，我三二，我三二能干嘛？你三十秒，三十秒，嗯，没事。
想到了。放爽没？哭啊！为什么用小号充1500订阅？我去看一下你现在到底多少人？等我一下哦，我好好奇。白痴！好，没事了，加油！喝点水，有饮料啊！尿，有饮料，有饮料。哦，第一次来到这个圈。咦？造成物理伤害无缘那种。哦。长按攻击，哦，然后嘞，一道持有的防护罩物理攻击增加，哦，来咯，
你几个星期没发影片了？发起来啊！轮替晕眩，我现在是要什么？武功。好爽没？平静安安，感谢你。昨天有看到你进群。哇，打错只啦，哭啊！看我的厉害，哭啦，痛啊！
按错技能了。BOSS 啦，等一下技能。啊，对，昨天也有讲啊，其实有也在考虑要不要再开委托啦，那只是最近像怎么讲，有时候。那时候也是画了，画一些图，但是觉得就是说品质没有到很好。怎么说嘞？就是同一个图嘛，同一个价位，可是分两天画的话，感觉就是差很多。觉得第一张图很好看，就第二张图变得很难看，感觉就是有点不平衡，有这种感觉在。
手感不对，没有啊，就每次的手感都不一样啊。而且还有时候不想接委托也是这个原因啊。狐狸安安，耶！传说盾兵，解锁成就最佳防御就是最佳的攻击。没怎么变、欸、哦哦，攻击好高哦。嗯，看一下哦，加这个再加这个250 25。好暴击。再要升他吗？好大只！100个，算了算了算了，不拿了，我们改赚钱。吃个补包，再回来，不要被戳到。啊，这个我要拿，我之前都觉得这个很烂，就后来发现说这个好棒。哎，要晒。
看一下攻击啦。好低哦，好低。啊，不是这一只。嗯。他做冲撞，冲撞后攻击。过来啊！大王啦！哎，瑞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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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救！安安吃广告啊！
什么身体呀、啊？靠！嗷嗷嗷！这很棒，是固定伤害。行军，嗯，好。黄旗又是没有。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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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粉末安安。我又坏掉了嘞，白痴哦、喔！白痴哦、喔，打完了、喔，不要啦！哎、欸，我还在享受，怎么办？哎、欸，啊，没做到、哦。好嘞。这招好强，哪一招好强？你是说武士的啦？武士那个就是要你集印记啊，那种集印记的有角色，然后剁在他身上一次爆炸这样子。好了，重点是我打得赢啊！哇！
感觉我没什么好换的了耶。哦，要换掉什么嘞？换掉啊！不要！哦，吓死我了！不是，我刚以为我会撞下去。啊！这样最后王怎么打？我比较怕是这个哎。去哪里？哦，打完喽，要死喽！我是觉得过不了啦，这关我已经来四次了，都还没过过，我没有好的角色。哎，不对，我刚刚可以升这字，我怎么没升？干嘛啊我？
哦不！我居然过了，我的天哪、啊！啊，我不是要被伪王灭了，我的天哪、啊！力量，再一点，再一点力量，再一点！傻眼儿。我第一次过，哎，笑死！然后我明明武士可以升阶，我没升阶。소녀는계속해서달렸어요그뒤를검은형체가쫓았죠아픈다리로열심히도망쳐봤지만소녀는결국지쳐쓰러졌고그런소녀의위에그림자가들이오셨어요내형돈빙打过，笑死了。然后我死了吗？저는그소년의마지막을지켜보려했어요인간의일에섣불리관여할수없는절용서하시길여기서제가끼어들면마왕성의입장이굉장히난처해질거예요그때갑자기소년을공격한인간이공중에매달렸어요마왕님이었어요마홍마왕님은슬픈얼굴로이게무슨짓이냐물었어요말투는굉장히침착했지만그의슬픔이느껴졌답니다마왕님을발견한인간은공중에서흉측한모습으로폭주하기시작했고마왕님을공격하려했어요그러나인간은마지막순간에힘을주체하지못하고폭발해버렸죠마왕님은돌아오지않는저를찾으러오셨던것같아요좋지못한타이밍이었죠그런데어째서저흉측한인간은마왕님은빠르게달려가소년의상태를확인하려했어요집중이잘되지않았어요아요그순간그가등장했어요아出现了该死勇者吧우린잔뜩긴장한상태로물러났죠그는소년을끌어안고우리를향해강한분노를표출했어요저우회야분노가겹쳐진그의아니이웨스모왕싸를우리를풀고싶었지만분노한용사에게는왜소년이용사가되려하는지왜소년은아버지에게자랑스러운아들이되고싶어했는지
왜 용사가 모욕을 당했을 때 소년이 분노했는지 어째서 미리 깨닫지 못했을까요? 真的不知道吗？真的不知道吗？ 용사의 하나뿐인 아들이었답니다. 少年是勇士的唯一的儿子。 哎呦喂！ 哭了。 对啊，然后这边嘞，啊，白痴哦，反正就可以升阶，我竟然没升，哎呀，哦，我第一次拿到这只哎，啊，碎啦，那什么，这种，哦，一样差不多啊，是，我要怎么补血嘞？ 好帅哦！哦，怎么那么帅呀？啊！ 骑士团，我说要改这个啊，嗯，改这个好，希望不会后悔。 爱上这一只了，帅哈！这只至少比忍者好用啊，忍者玩一玩会把自己玩死，那有个问号的。 打完了，各位，我要学酱油，大家给我加油打气，然后<笑>让我们可以冲破什么一个，都忘记讲什么了啊，忘记了，我第一次打，好紧张哦，应该看攻略，魔王在后面。 我是你儿子啊，爸爸！啊，不要！好妖啊！赶快去死啊！好的哟。 哇！我听说这个要躲这边。
不会了，我第二阶段不会打了。嗯。哎呦！然后嘞？不要，拜托，让我赢！魔王，你怎么跌倒了，魔王？哎，干什么？还没结束。哭哭哭！玩太快了，对不起。我是勇士。还没啦，还有一个阶段。我死了！哎，王龙赢了哎！我破台啦！直接给蓝蓝看，我去，还有五十个。哦，不枉费我死了八十几次，我的天哪，这是漫长的旅程，真的是漫长的旅程哎，天哪！我刚刚本来想说，如果一次通关的话，我就露脸，还好我没有讲。我想起了第一场冒险，那时那时候的伙伴，应该现在大不相从，一起回来村庄幸福他，幸福的啦，幸福他，我不会找借口。所谓的败北就是这样吗？我的身体一点力气都没有。是你赢了，骷髅，请务必对卡伦平凡的人类大发慈悲。加油！原谅我。
晚上会直播吗？晚上今天礼拜日不一定哦。嗯，눈을떴을때는일주일은지난것같았어요용사의일격은버틸수가없었나봐요쓰러진저를마왕님이데려오신것같아요문밖을나서자분주했습니다인간들이선전포고를했기때문이었죠마왕성간부들이한곳에모여대책회의를시작했습니다간부들이몇가지작전을제안했지만마왕님은깊은생각에잠긴듯아무말도하지않았어요그날의일을담아둔것처럼그들은꼭목격자인소년을죽여야했을까요평화협정을맺은지얼마되지않아기다렸다는듯이이렇게선전포고를하다니어떻게된걸까요누구의생각일까요露一下露皮呀不露不露不露그때먼발치에서작은스켈레톤이걸어오기시작했어요고장난듯움직이는걸보아하니스켈레톤이된지얼마되지않아보였습니다그렇지만느껴졌어요아불쌍한소년인간의삶은끝이났나봐요하모니아의많은모험가들은마왕성에도전하는것을인생의목표로삼는데죠소년은그어떤모험가들도이루기힘든꿈인마왕성도달에결마왕님은스켈레톤에게조심스레다가갔어요추워보였는지자신의망토를덮어주었죠그리고그의머리에손을얹었어요친구가새로운삶을살아갈수있도록조금도와주신것같았죠스컬你看我死了83次那时候阿旺死了50几次就到第四关了我就还没有办法欸你是真正的英雄好的不过只有你的父亲愿意听我说话虽然他是个勇士今年来同胞长都没有那样子唉晚上还有直播的话还玩这款游戏吗不一定欸可能找个游戏玩吧太难了不过恭喜过关哎呀再来才是噩梦欸那其实我没有想过我会又拿盾兵破关啊因为
因为我以为我会拿死神或者是另外一只都是很 OP 的角色在过关。没有，而且刚刚我有换一轮装备嘛，就是那个牙齿。后来我发现那牙齿不是打三个会回一滴血嘛，因为后面的怪就是都是聚在一起的，你打一打可能可以回到七滴八滴血这样子。然后刚刚也是快想说啊，武士用完了 CD 好，马上换成盾兵加点盾，然后再打一打打一打再换回武士。이다음은여러분들이아시는초대용사는모두의예상을깨고마왕성최상층을폭격했습니다칼레온군대는마왕군간부들을납치해실험대상으로삼으려하고그러나스컬이등장했죠잔혹한인간들을처리하고그들이여신이라착각한괴물을물리치고마왕을구한영웅이되었어요또한마왕님은더이상마족과칼레온사이의전쟁은없을거라선언했습니다초대용사도이룩하지못한위대한일을작은스켈레톤이해냈답니다내막을모르는어리석은칼레온의모험가들에게스컬의이야기는무시무시하게전달되었죠새로운마왕의탄생수많은모험가들의목을치고구국의영웅을죽인잔악무도한영웅학살자이로인해후에수많은모험가파티가그의목을노리고도전하겠죠左下角有丫丫또한그를비극적인운명으로몰아넣은자를찾아내야할거예요 괜찮을거예요그는조금특별한스컬이니까요끝수라看一下游戏时速哈，总游戏时间36.9小时。啾！丁文慧，老叶，好多人哦。都看不懂，但人好多、哦。这个是姑姑里面的角色 ID 吗？还是会有我出现？过关名单这样子吗？可能。我觉得有可能啊，你要 QWERT， 看我啊。是感谢名单吗？还是破关名单？好、啊，
太多了吧？如果这是破关名单的话，哇，很多人破关了哎。算了，不看了，没有我就算了。对啊，应该不可能是破关名单吧？很多韩国一大堆。魔王，好了，来花20000块吧。想看吗？挺慢。哦，水的就没有过红气耶，差一点点。力量的，播广告。不好意思，我觉得有点暗啊。成就挑战吗？我不知道有什么成就哎、欸，感觉就是会有那种无伤打完全部的吧，这太夸张了呢，这不是不可能呢、欸。没有，他既然都有第一只 BOSS 无伤通关了，我觉得不是不可能啊。哭啊！
开枪喽！总共五次的成就啊，很多都隐藏成就啊，都看不到。
红小云安安。哭啊，没弄好。换个视角啊，完了。物理攻击，还是什么？100个。哎、欸，我在干嘛？啊，动不了啊！我在干什么？把、啊、这个打完休息咯，打淘草。
这次我也没有玩到最后过哎，把它拆了，哭啊！会不会过嘞？有点想自杀了，好累啊！感谢小小的超级留言，感谢感谢。啊，待会就关了。要好好休息哦，不是啊，想一种，休息又没有钱，那休息跟钱很难达到个平衡点哦。掉啦！哦，王城变漂亮了。再要十万、欸、哦，好的，那就这样啦，这个也其实也差不多了，那、啊、之后会不会玩再说了，可能就是转模式，然后把这布置好吧，就这样啦，好啦，各位晚安啦，感谢收看，感谢收看。